中国革新技术引导化妆品全球趋势的韩国科马，成立于1990年，作为化妆品和医药企业中屈指可数的制造龙头企业，被评为 CGMP 企业。以百年传统的世界科马的全球网络为基础，拥有世界名牌化妆品制造技术实力。作为 ODM 龙头企业，名副其实的拥有独家技术实力的专业企业，拥有自己的皮肤研究所，在世界化妆品学会发表论文，拥有多数的功能性新技术专利权，引导美际化妆品的时尚潮流，获得罗哈斯、ECOSET 认证等，快速对应客户的需求，获得2006科学技术革新奖，获得2010年大韩民国名品品牌大奖，获得保健新技术认证的皮肤稳定化技术实力认证。此外，2010年成立了世界关注的北京科马，提高了全球企业的形象。拥有尖端的设备和一流的研究人员，组建世界级化妆品制造技术实力的北京科马，形成在化妆品行业任何企业都无法超越的一个新的历史。